最烦这些午休时间给我打电话的人了，真没素质。喂，谁啊？外卖啊？知道了。你别打电话了行吗？再打就投诉你。你还要送其他单子，关我什么事？等半个小时会死吗？小哥，去园区门口帮我拿下外卖。可是您交给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，马上就要到点了。工作完不成是你的能力问题，不帮上司拿外卖就是你的人品问题。我看你也别干了，今天就滚吧。老大，您别开除我呀，我这就去拿外卖。等一下，我看应该滚的人是你。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不长本事长脾气，今天我就替我爸爸开了你。沈天，帮我送他出去拿外卖。